我现在来到了猎人的圣地啊，这里是千叶县金谷渔港啊，海港。然后这里怎么讲，天气不好，所以我就没有上去举山，下次再去吧，可能明天去吧，反正出太阳了去比较好。然后这边有东京湾 ferry，就是可以从千叶的金谷这边搭渡轮，车子可以上渡轮，这些车子就是要等着搭渡轮。然后搭到哪里呢？搭到神奈川县的三浦半岛，也许明天我会走这个路线，蛮顺的啊。哦，然后里面都是欧米亚给，我觉得这边蛮好逛的。然后它还有那个什么海鲜冰烧，就是烤海鲜就对了，我觉得以后可以带团来这边的，不错。然后附近还有嘉鱼站，有大卖场，有餐厅。然后这是售票处，千叶伊势海老，哇！哦，有没有看到东京湾 ferry？ 好，然后这些车子都是要去神奈川的哦，所以我觉得从神奈川过来是蛮方便的。然后这边有一家 The Fish， 大家现在去看看。我的车是停对面，海鲜冰勺。哦，对面也有食堂哦，都是鱼货、哦。带大家看一下。这里卖的都是海鲜的东西，很多很多特产。防种族。哦吼，那衣服很像暴走。伊势海老渔获量是日本第一啊，就是龙虾是日本第一啊。馒头，这边很好逛啊，我以后带团一定会来这边停住一下，让大家买这边的欧米亚给。防种魂。好，先录到这，以上，停止录影。